买一个月的建金海矢啊，置换全新的建金蓝，跟客户约在了老虎交易，我们现在在楼下等一下他。可以坐下啊，我先给你交接一下油。不不啊，你要到里面？不需要，在外面好了。外面好了。今天不是大哥来，大哥带老婆来。这个是两本说明书啊，好啊，放在这里好了。12-6613建金蓝啊，好卡是答应你的，昨天开的当天卡啊，然后还有就是3码合1白吊牌，表身编码。包卡编码，你看得见吗？嗯，看到了。看到了对吧？对，对吧？啊，对。对了之后，我先把这个膜给你撕掉，撕掉之后你上去让它结，不然它也要撕，浪费时间啊！我先把你这个拆掉，整表都包了膜了，这个给你撕干净，然后你检查一下外观，崭崭新的啊！记住啊，你上去不能说验真假的，验真假他就让你走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们外观过了没问题啊，12-6613啊，新款的建金蓝。很漂亮啊，为什么当时会选那个建金海矢啊？上头呀，上头啊，亏那么多钱啊，这个就不用拍出来了吧，扎心了老铁。好，我先帮你扣好，然后你自己上去吧，我会陪你一起在边上。好，我们上去陪他验一下货。他没有预约号，但是我觉得预约号没给对吧？好好好，没错，你说我前排去拍一下，他弄完就我。那行，下一位就是。对，他就是这样联系到我的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自己去就行。6号到三打拿，你去吧。啊，楼上表节卸好了，然后我们教一下你功能。表节啊，表节三节卸好放在这下面啊。这表节蛮贵的，这功能其实蛮简单的，跟你那个是一样的，知道吧？这个把头给它拧松，第一档叫空档，也叫上链档啊，往上拧就行了。正常往外拔一档，正常到27号。再往外拔一档，这个时候我们正常往下拨就好了。好，跳立了，现在就是28号的凌晨，啊，我们再走12个小时，走到下午去。现在是5:32啊。接下来这一点比较重要，因为它这是防水表，要两个手指头摁住往上拧。交付就这样了，我给你开个单子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马上。好的。对。那我们就交易愉快。交易愉快。下次再来。这个保卡没事嘛，也不要去动它。好。因为这个保卡的价值是蛮贵的。OK。很愉快的完成了，我们展示一下。好的。啊，恭喜美女啊，喜提建金蓝啊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尾款也收齐了。好的，谢谢啊。麻烦你了，麻烦你。下次再约。这个你拿好。好的，好的。好，拜拜。我们就回去了。好的。